你从来不说爱我。你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了？喂，你在干嘛？我还没玩够哎。那你玩我呀。如果有人把手放在这里，你会不会生气？那这里呢？你在干嘛？现在赚钱最重要，好不好？我欠人家2000多万，不赚钱拿什么还给人家呀？是不是有病啊？不行，我一定要让你对我有感觉。你在干嘛？我要你干所有男人都想干的事情。现在上班时间，好不好？这么快？好，我明白了。来，兵马上到。Morning person.